吃饭了吗？吃了。午饭。那你等一下。果然是居家男，周成成说的一点没错。我就当你是夸赞。本来就是。我要拍一张你现在这样子的照片传去医院的 BBS， 保准有一帮女孩子会疯了不可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现在你眼里的我很让人心动是吗？心不动就死了。哦对了，帮我把围裙拿过来。那我是说让你帮我围上。莫名其妙。好了吗？时间太晚了，没时间做菜了，你就随便将就吃一口吧。好吃，你这手艺都可以自立门派了，我可以帮你介绍生意，塞一个入门弟子给你。是你吗？是你的话我可不收。凭什么瞧不起我？我教会了你，你还来我家吃饭吗？你这筷子挺好看的，还带雕花，哪儿买的？超市买的普通筷子，不过花是我自己雕的，你喜欢的话送给你。我吃好了。一般家里一个人做饭，另一个人洗碗。行，那这碗我帮你刷了。我帮你换了新的床单和被罩，这是钥匙，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反锁。我睡这儿，那你呢？我睡那儿。你要是有头晕或者不舒服就立刻叫我。我这样喧宾夺主不太好吧？那好，你拿着我的被子睡沙发。你记得趴下去啊，别磕着你的包。